第一個獎項就係才藝大獎啦。咁啊，頒獎嘉賓係邊兩位呢？就係近排咧 hit 到爆嘅，係羅軒宇同埋龔嘉欣，有請。有請。係。衝上雲霄大選才藝大獎，七號嘅楊銘熙，恭喜曬七號嘅楊銘熙 ，Others， 佢今年38歲，職位係機艙事務長。佢頭先唱嘅《頭髮亂了》惹嚟全場尖叫啊！才藝大獎實至名歸，俾多啲掌聲啊！今晚俾多啲掌聲，好多都係你哋投㗎，佢好得意喎。恭喜曬，亦都唔該曬兩位頒獎嘉賓，犀利啊！喺呢時候，我哋要宣布衝上雲霄大獎嘅冠軍，有請我哋隆重嘅頒獎嘉賓鄭裕玲小姐。小姐，小姐 ，come on！ 好啦，我哋先嚟會頒發我哋嘅衝上雲霄大獎嘅季軍嚇，季軍啊，季軍位置邊個？季軍係啊，同我哋有啲緣噶。季軍，我哋有啲緣嘅。係啊，季軍佢係好有緣啫。11號陸換行Gary，恭喜曬11號嘅陸換行Gary。佢今年28歲，職位係機艙服務員，服務咗航空界4年。佢嘅 talent 係 catwalk 同埋中意做健身。恭喜曬，恭喜曬。好啦，好，跟住我哋就頒發衝上雲霄大獎嘅亞軍。哎呀，佢啊，係啊，有個人可能好開心嘅會。呢位朋友就係3號盛敬維 Kim， 恭喜曬3號盛敬維 Kim。佢今年30歲，職位係副機長，服務航空界4年，最中意唱歌，亦都係 Luisa 嘅飛文男朋友，希望入行。係呢個講呢句嘅，係佢寫係咁寫啊！啲稿真係寫成咁樣嘅。恭喜曬！好緊張，唔該曬，恭喜曬。好嘅，跟住我哋嘅冠軍嚇，大家一齊投票出嚟。你哋覺得係邊個？你哋真係而家嗌你心水，幾多號？有1號、7號、2號、1號、7號、2號、5號，係啦，快啲啦！好嘅，好，冠軍係1號麥大力。麥大力今年34歲，職位係 Captain 機長，服務航空界年資10年，最中意嘅活動係咖啡拉花 Cappuccino。16歲就學揸飛機啦，恭喜曬！